吃东西吃，他涮火锅他非要买这个菜，这个菜我都不知道是啥。啪的 ，You feel okay？ 今天我老婆要休息啊，我俩给家今天躺一天呢。这是现在下午4点多了，完事之后给家躺一天是干啥了？我俩给家躺一天刷手机了，刷手机就刷到我们就刷到那个吃播，刷到那个火锅。我老婆说这火锅太好了，我说那咱们不行就吃吧，因为我老婆以前吃过这火锅，我俩处对象的时候我领她吃过两次那个咱们中国的火锅，在那个泰米尔，所以说我老婆说她馋了，我说那咱们今天就去吃去。完我老婆说那太贵了，上回我俩在那个泰米尔吃那火锅，我俩吃一次就花了200多块钱，所以说我老婆那时候我俩处对象，我也舍得往她身上花钱，但是我俩结婚了之后就一直因为我也没啥钱，说我老婆就舍不得花钱，但是我说那今天不行就我们买吧，就是出去买菜看看这买这些东西能花多少钱，我说觉得应该能省不少，我觉得有100块钱能挡住了。我老婆说100块钱有点多，我说没事，我说咱们尽量100块钱之内给拿下 go。 我俩出来了，现在这外头下上雨了，我俩给家一天了，这天就阴了或差了，完也没下雨，就我俩出来下雨了啊。Are you sure? Can you do hot pot? Hot pot? Yes, I'm sure. Are you sure? Yes, you are hot pot. Can do anything. Oh my god, this is so small things. Like for me. Yes, 我这虽说做的不大好吧，但是啥都能整。你是什么炖排骨啊、炖鱼啊、炖菜之类的、炒菜之类的。还有凉菜之类的，啥都能整，只不过整的不是那么精，但是还都能对付吃，还挺好。OK， 现在往公交站点去，一会儿去泰米尔去买东西，买火锅底料啥的，那些什么蔬菜了、肉啥的之类的。OK， 到泰米尔了啊。现在天有点快黑了，我因为我俩出来就晚，现在往买调料那个地方赶，先买。打算先买火锅调料，完了之后再买菜。就是这家调料店啊，不知道。inside， 不 inside。那 hard part， 来个 this hard part。this oil， do you know baby？ this oil， or this oil， this or this inside oil， hard part。OK， we can ask。you can ask me。I don't know how to talk English。how to say You check me， you check。Which one? Hot pot oil. You? No this, no this. Hot pot oil. 就切多了，那早上不能。Hot pot masala 没有？他说有没有啊？好像没有啊。嗯？啊？Hot pot oil， 一根大饼，这玩意能翻译出来吗？它那图顶上有啊，那图顶上。No一根大饼。OK， 我试一下子，看能打出来。Hot pot this。Hot pot this yes。哎，你看，它翻译出来了，还行。这啥玩意儿啊？啊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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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yes this baby 有意思。Spicy over what？ No spicy。No spicy。No spicy。这是 no 这是 no spicy right？ How many pieces？ 快点把它 Chinese 说的那 Chinese。How many？ 二十串。You don't want to spicy？Do you want spicy? I don't want spicy. This is spicy. No spicy. This is no spicy. This is no spicy. You don't know about the Chinese. Yeah, you. 这这么脏，是不是过期了？看看过没过期。多长时间了？我的天哪！ Do you have new? Yes. New 了。Give me new. Give me new. This is so dirty. Give me new. 哎呀！都不咋干净了。
18 months。你那是几号？啊，没过期，那个一年半呢。你哪看呢？我咋没看着呢？我咋没有呢？啊，这个是这块是6月1号。你要两袋？我要一袋。这太黏了。你要不？你要你拿这个。都那样啊。行啊，没过期哈。23年。这个没有。没过期，行，拿这个吧。胖胖是这个。350。350。OK。350折合人民币17-18块钱，还行，拿一个。他们家有不少那个都是老干妈，还有老干妈呢。老干妈多少钱？好吗？是这次。350块钱。这一个不？这次。我老婆不给我买，我想吃老干妈。咋我老婆放这么大呢？ OK， 这次这样了，这就买材料了。再买点这个，买这个，这是啊，完了，我跟你说，又是这是 good， hard part。吃东西吃，他涮火锅，他非要买这个菜，这个菜我都不知道是啥。Hard part， you feel okay？ 我说给他买点小白的，他。This is not good in hard part。 Are you sure？ Yeah。Chinese eat this。 No， you don't need this。 You are in Nepal。 你说他涮着啥东西？他跟我吃的不一样啊！你这咋整？买吧，我都不知道算是啥玩意儿。这是蒙太牛肉，这是蒙太牛肉。小白菜、生菜都不让我买。他这玩意就是破破钉，他这玩意儿。买点香菜，买了两根葱，买个豆腐，上锅子。我俩买完东西了，回来了啊！哎呦我的妈，这狗咋这么胖呢？我天哪，这狗！比猪都肥呀！我天，我俩这东西买完了，往家走了。天也快黑了。哎呦 ，see I can carry， 走。下车了，坐着公交车，这一道给我俩晕的呀。他这车开像开船似的，哎呦我的天哪！拐弯也不减速，刹车完了蹭蹭来个窜的啥？这不给我俩晕，我俩窜的晕迷糊了，给公交坐的公交车。这凳子也不行，这凳子往下出了，设计有毛病。这凳子是个斜坡，你说。我这给国内都是属于老司机那种的，坐着来这地方坐他们这公交车我都坐不了，把瓜子老晕了。一般晕车小伙伴来尼泊尔千万尽量别坐公交车了，你坐打磨车还是便宜，完了还不晕车，太难受了。我俩现在下车了，不敢往家走，坐这凳子上歇会儿。我老婆现在晕的不行了，完了这凳子还往下出了。对啊，现在这菜啥都洗完了，准备了半个多点儿，一个来点儿吧。这家伙这些东西收拾的，这是牛肉，蔬菜都放在盆里头了。这盆反正啥都洗，洗锅、洗衣服的，又洗菜的，直接没家里没盆就这样了。这是豆腐，这香肠，这切的料，这是蘑菇。现在水开了，我老婆现在下这个火锅料，一会儿开吃。就是蘑菇，还有那个香肠、豆腐下里头，肉啥的，牛肉下去一半了。完了，一会儿开锅就吃。看这些东西一共花多少钱，让我老婆算一下子。啊 ，baby， how much about this？ It's so many things。Like all by this. This soup oil is about. Soup oil. You can use this. This is 600, 500.
560. We buy potato and garlic, right? Garlic, yes. Potato, garlic is 85. Plus, this is 30 rupees. 30 rupees.This, 蔬菜是两块钱，牛肉这牛肉是七块多钱，买了七块多钱牛肉。豆腐，老婆账都算完了，加吧加吧，一共是1330多尼米，还挺合适的啊，一共不到70块钱嘛，70块钱费用，而且我那个调料啥的，下次还能吃，这菜不一定能吃了都。现在是煮好了，菜。还是行的 ，OK baby， 有意思 ，How to feel？ How to feel？ 嗯，会 ，I try。哦，不，要看 put the meat baby。OK，buff。我老婆，我刚才尝了，我老婆的这个，她买这个菜还行吧，反正不是那么难吃啊、哦，但是肯定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个生菜了，还有小白菜了好吃的。OK， 也行，这一顿饭，我俩都吃不了，肯定吃不了，这么好多东西。OK。嗯。亚米。嗯。亚米 baby。OK， 我俩这调料没啥调料啊，你看就切点葱，切点蒜，完了放点醋，因为我吃火锅比较简单，我不喜欢放那些太多的调料，我也不能吃太辣的。我老婆也是，我买的这是。红糖的。You can put a little. OK， 我老婆喜欢吃盐的，放点盐吧就。OK。